Hallo, ich bin Joanna. Ich bin Tracy. Heute werden wir ein Interview darüber führen, was das beste Essen in Dongbie ist. Los geht's! 请问你有去过东别吗？ 有啊，我是静怡的学生，可是我还在这边补习。 有，我有去过。 我姐在那附近念书，所以我会去那边。 有，因为我念静怡，但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住在东海。有，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有啊，因为很常来找女朋友。 有啊，我去找朋友的时候都住在那边。 有，我是静怡的学生，然后我都会来东海补习。 有，我去找我朋友。 那这里有六间在东别经常排队的店家，有乐球、麦当劳、开运地瓜球、法国吉拿棒、豆子羊十三行跟梧桐号。你有吃过这些店家吗？有啊，我吃过麦当劳还有那个梧桐号。这个麦当劳。吃过豆子羊十三行。麦当劳、地瓜球跟梧桐号。 除了乐球，其他的都有吃过。我有吃过吉拿棒跟梧桐号、麦当劳，然后地瓜球，还有豆子羊糖。我吃过麦当劳，然后地瓜球，还有梧桐号。那你最喜欢的店家是哪一间？吉拿棒。差不多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会买一次。最喜欢的是地瓜球，大概每个月都会吃到一次。地瓜球，一个月吃一次。 我觉得麦当劳还不错啊，我去找朋友的时候一年都会吃一次。麦当劳，一个礼拜可能吃两三次吧。麦当劳，一周一次。我最喜欢吃麦当劳。我只要去找我姐的时候就会去吃。豆子羊十三行，大概一个礼拜吃一次。在这间店里，你最喜欢的餐点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地瓜球，然后加上巧克力口味。 因为它的地瓜球很酥又很大，然后加上巧克力口味，蛮特别的。原味的地瓜球，我不喜欢加别的东西。寿司烧牛扒，因为它的分量给的很高，而且不会很贵。我喜欢吃麦香，因为我不太能吃牛。我喜欢吃它的薯条，因为我觉得它外酥内软，硬硬的很好吃。劲辣鸡腿堡比较好吃，比较常吃那个。白砂糖口味。 因为我觉得是吃起来最道地的感觉。那除了麦当劳以外，你会想尝试其他间吗？我蛮想试试看那个乐球。感觉乐球还不错。我应该会想要尝试乐球这间。比较想尝乐球吧，因为我还没吃过。好臭。法国吉拿棒吧。 我会想尝试这个法国吉拿棒。我会想试试看地瓜球，因为我喜欢吃甜甜的东西。Wie Sie sehen können, essen die meisten Menschen gerne McDonald's. Also, lasst uns McDonald's kaufen gehen. Ich glaube, dass jeder schon einmal McDonald's probiert hat. Ich werde also einige interessante Methoden vorstellen, um McDonald's zu essen. Der erste ist Orangensaft mit Salz. Viele Leute sagten, dass Orangensaft mit Salz süßer schmeckt. Die zweite ist Maissoup mit Sahne und schwarzem Pfeffer. Viele Leute sagten, dass Sahne Maissoup weicher schmecken lässt und schwarzer Pfeffer sie besser schmecken lässt. Mm.
喝起来有夜市牛排的味道，是好喝的。Das ist unser Thema, das beste Essen in Dongbie. Auf Wiedersehen.